后面昨天跟前天收了很多。天马有吗？有的哈，哥姐叔阿姨们，你们如果说想要什么的话，可以打到公屏上面，然后就紫银的话就给你们拿就行了。来，哥姐叔叔阿姨们哈，有没有人认识紫银？这手里面是拿的什么呀？灵芝有吗？灵芝没有这个好哟，姐姐。因为灵芝的话呢，是一个这个的一个孩子，然后呢，这个是一个灵芝的妈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灵芝，对，灵芝豹子粉丝的哈，天马有的哈，有的哈，等一下哈，我们先上的话，下一个就上天马哈。然后呢，这个哈，灵芝豹子粉的话，它是一个怎么样？它是一个灵芝的一个精华。来，有没有人知道它是拿来有什么用的？应该都知道吧？灵芝它是一个能帮助我们去抗什么癌的，是不是？同样，这个要比灵芝要好个十倍，为什么呢？灵芝豹子粉的话呢，它是一个灵芝种子，它的一个灵芝的所在精华。平时灵芝长出来都要靠这个灵芝豹子粉。然后呢，灵芝豹子粉它长在哪里呢？灵芝豹子粉它是长在一个赤灵芝上面，只有赤灵芝上面的灵芝豹子粉它才是正宗的一个灵芝豹子粉哈。对，灵芝豹子粉它是相当于是一个种子啊。种子，然后呢，平时就说灵芝豹子那个赤灵芝那种赤灵芝上面的话，它是会怎么样？它会喷发出这种粉，然后呢，我们用一个刷子把它轻轻的把它刷下来之后呢，把它拿回怎么样？拿回来把它碾压过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破壁，破壁知道吧？破壁碾压过之后呢，它的活性成分的话呢，它会激发出来哈，各位刷一们。然后呢，正宗的灵芝豹子粉的话，刚刚有人说哈，这个苦吗？之前他买过的是苦的，是不是？真真实的一个灵芝豹子粉，他收到货他不会苦的，为什么呢？灵芝豹子粉它是有一股淡淡的一股菌香味哈。然后呢，第二点的话呢，第一点是有一股菌香味，第二点的话呢，看到紫银色手里面哈，用手这样子一捏，一般粉的话呢，你看一下，看它会成这样子状态哈，它会成这样的状态。然后第二点的话呢，我们抹在我们的脸上的话，它会怎么样？它会粘在我们的脸上，因为它的那个粘就是那个成分的话，它是已经把它破壁好的，所以说它会粘在我们的脸上。然后呢，第三点你给了我给了吗？高兴。第三点的话呢，我去给你们拿个杯子，啊，我捂了嘿。你来了哦。来了。啊，你杯子为什么是吃不了？我工资。挂住。小不给挂住了。然后呢，第三的话它会怎么样？一般的话，灵芝豹子粉的话呢，用它冲服来喝的话，它会怎么样？它会沉淀在里面去。为什么呢？真正实的一个灵芝豹子粉的话，两表姐快睡不着没？然后呢，真正实的一个灵芝豹子粉的话，它会怎么样？来，我给你们冲来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我堂哥来了。要喝出去这个妈妈，你没人。哦，来看一下哈，现在是这样子的哈，你们来着，现在是这样子的哈。然后呢，我给你们冲来，给你们看一下，用温水冲就可以了哈。正宗的灵芝豹子粉，它不会浮在上面。来看着，不要眨眼睛哈，看到没有？它会立马沉淀在下面去，为什么呢？正宗的灵芝豹子粉的话，它就像紫银这个手里面的一个东西一模一样的哈，各位刷一们。然后呢，外面去买那种的话，那种灵芝豹子粉的话，它会怎么样？它会浮在表面上面，因为它不正宗，而且表面它是说用温水冲服喝的话呢，它表面它是有一层油性的哈，因为正宗的灵芝豹子粉它就这个样子的哈。然后呢，灵芝豹子粉的话，它可以怎么样帮助我们去怎么样，帮助我们去提高我们的免疫力，它可以称它为是一个保健品。外面买那种保健品的话，吃保健品那种那什么什么药的话，它不管用，是不是？但是正宗的灵芝豹子粉它可以怎么样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提高我们的免疫力，而且能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。就比如说平时小孩子也可以吗？可以喝。然后呢，平时哈，它可以预防我们的话，就是预防肿什么什么瘤啊，什么什么癌。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差不多就是在城市里面生活的话，可能就是因为水质不干净啊，或者是菜打了药那些的话，就是有个别人就是得了那个什么什么癌，是不是？它可以预防什么什么癌，预防肿什么瘤，预防什么白什么血什么什么东西哈。但是紫银的话不能多说哈，来，这个一斤的话，紫银是200块钱一斤去收的，一斤200。然后呢，紫银半斤给我们上车，好不好？半斤给我们上车，一斤200的话，半斤就是100块钱，100加上紫银的邮费的话呢是
六块钱，对不对？就是106，然后当然那2块钱、3块钱我就不挣了，来直接，这成本加邮费的话是160，对不对？来直接拼手速拼网速，直接150给你们上车，给你们少4块钱，来帮子英打在公屏上面好不好？105给你们上车哈，105给你们上车哈，能拍就有，拍了就没有。日常价格我是卖的108、109，日常价格我要挣你们4块钱，然后3块钱这样子，2块钱这样子哈。然后今天的话呢，对零吃包子它是破壁了的哈，破壁好了的哈，来105给你们上车，全屏扣字105，我就是有看到有多少个人扣105，我就上多少单好不好？108上车没事儿啊，没事儿的哈，没事儿的。来哥姐叔叔阿姨们哈，拼手速拼网速哈，直接来全屏扣字105，然后呢有多少人扣字然后我就上多少单。因为零吃豹子粉它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东西，而且零吃豹子粉的话，人家别人家一家的话就说就一年四季去上去采摘那些东西的话呢，一年四季哈，这就涨了那么一点点哈。来直接扣扣字的哈，来准备好你们手速跟网速，直接到时候我跟你们上车哈，能拍就有，拍了就没有了。5 4 3 2 1，来下方白色购物袋，能拍就有，拍不了就没有了哈。用瓶装吗？对，这个的话用瓶装，在哪里拍？下方此时此刻弹出来链接就是这个零吃购零吃豹子粉的一个链接哈。平时的话就说子英的话就是卖的是108，有时候是卖的109，然后那个时候的话我是挣你们3块钱、2块钱这样子。今天105的话呢是一个福利价格，然后呢平时哈。平时之前的话账号的话也给我挣了很多钱，然后呢今天的话呢属于是今天原原本本的就是跟他一点瓜葛都没有，然后呢从明天开始我就是现场去收，现场去卖就可以了哈。然后呢一次弄多少量的，一次的话你们刚刚有看到子英就是冲水喝的话呢，我是只抓来那么一点点，1到3克就可以哈。是在哪里发货？是在成都发货还是在哪里发货？这个叫什么名字来着，做好自己就好，是不是？做好自己就好了，这个姐姐还是哥哥呀？对，你问的很对哈。有个别的主播，就是，但是我不能说这样子的话哈。有个别的人，就是他是从成都发货，但是我们的话呢，是从峨边彝族自治县给人发货。为什么呢？说句不好听的，从成都发货，你们可想，就是你们想一下都知道，他不是经过自己的手。但是子英的话，这个的话呢，就是说子英一手批发去别人家收，别人家收完之后呢，我去。给你们打包，然后呢给你们打包之后呢明天给你们发货就可以了哈。来然后呢一次拿个1到3克，1到3克的话就用一个勺子轻轻的舀一点点出来，然后呢就是要这样子用温水冲服喝就可以了哈，用温水冲服喝就可以了。一个星期可以喝个3天到4天，它对于我们的这个地方哈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哈。没有了啊，不，那我拍一单，姐姐你可以放心哈。啊，把音讯给姐姐。啊，两组都不的。哈，不的。来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人、5个人、6个人，有6个人没有付款哈。有6个人没有付款，有没有配勺子？兰兰姐姐呀，子英的话呢都是没有挣钱给你们上车，今天是没有挣钱给你们上，你还要给我让我给你送勺子的话呢，我是亏本亏到家了。来有6个人没有付款，直接踢库存，到时候我说踢库存，能拍就有，拍不了就没有了哈。5 4 3 2 1，来下方白色购物袋哈，拼手速拼网速哈，子英我再等一下我再付款，好的哈，可以。怎么个配法，多少个水，多少水多少粉，是不是？这个的话呢就是说不会拘束于多少粉多少水，就是说你可以大概就是大概用勺子轻轻的舀一点点出来，然后呢用温水冲服喝，早上起来喝一杯，晚上起来喝一杯，它对于我们身体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一个东西哈，它是对于我们身体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哈。来最后3单哈，拼手速拼网速哈。然后呢这个哈灵芝豹子粉的话呢，它是一个灵芝的精华，灵芝的种子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抗什么什么癌，预防肿什么瘤呀那些东西，但是我不能多讲哈，因为我不是医生。链接没有看到吗？下方这个橙色购物袋哈，这个现在弹出来的，我给你们再弹一下吧。我刚才再给你们弹一下这个链接哈，没有，刚刚没有看到的，
天马上吗？核桃有吗？有，有的哈，有的哈，姐姐，等一下哈，对，谢这个本源金说的很对哈，谢谢这个姐姐哈，帮我打在公屏上面，对，用温水冲服喝就可以了哈，早点发货吧，对，今天拍了明天发货哈。有人说哈，今天拍了今天发得了货吗？不可以，因为紫英的话就是又不是工厂，这个是我自己家去打包，然后呢自己家去收的，所以说要一定的时间，今天晚上给你们打包，明天给你们发货哈。我怎么被限制购买了？咦，怎么可能会嘞，怎么可能呀，在你这儿买了，刚刚买了四单，谢谢这个陈一个姐姐还是哥哥呀，谢谢你的支持哈。来，最后一单，我们倒数五个数，灵芝爆紫粉的话我就给我们过掉了哈，能拍就有，拍不了就没有了哈。蜂蜜上吗？可以。来，倒数五个数，能拍就有，拍不了就没有了哈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来，就给你们过掉了哈。拍不了是不是？海燕姐姐，您拍不了吗？拍不了是你那边就是是不是在内蒙古或者是新疆那边呀？没有，都拍了，谢谢哥哥姐叔叔阿姨们支持哈，很感谢就是你们的支持，然后收到货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哈，每天都喝吗？一个星期我们可以喝个三天到四天都没有问题的，一个星期可以喝三到四天都没有问题哈。十个了，几个点？俺们个点，好，放他，那你就十个点。我在你之后都可以拍，那可能就是他那边的那边原因。空腹喝吗？早上吃完饭喝吧。麦冬没有，麦冬没有。你个啦？你，他没有过什么用。明天还要直播，我们明天我要发货，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要打包，然后呢明天给人发货的话，可能明天要去打包的话，可能明天的话就不会开播了。啥阿诺哥是我妹，阿诺哥是羊肚菌，有，刚刚有给你们上过哈，没有拍到是不是？你们刚刚说要什么来着，可以打在公屏上面哈，要蜂蜜吗？蜂蜜天麻，要什么呀？田七天麻吗？是不是团长？这个怎么样？那这样子吧，我们先上天麻，然后再上核桃跟蜂蜜，好不好？我们一个一个来，行吗？有没有鲜花买？啊，来鲜，没有鲜花。这个真贵。这扯错茶的意思吗？你这叫哥哥吗？不用讲。好的哈，我们一个一个来哈，我们一个一个来。先上天麻哈，天麻的话是正宗的一个高山乌天麻。后天有直播就发一下，后天预约吧。谢谢大地的支持哈，谢谢啊！我已经人丰富又团勤快工作。阿妈，俺破木啦。国强的。阿妈他。蜂蜜等一下上吗？会上的哈，会上的哈，会上的。他们妻子属于哪车子？这给你们怎么的？啊？不掉。来，哥姐叔叔阿姨们哈，有没有人认识这个东西？是真的蜂蜜吗？如果说蜂蜜，如果说啊不是真的，你把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哈。来，有没有人认识紫英这手里面拿着什么？知道的话能不能帮紫英打在公屏上面，可以吗？我看看有没有人认识的。哇，你们都给我点赞点到200,000了，谢谢你们哈。对，这个是天麻哈，正宗的高山乌天麻哈。然后呢，怎么这？我让我团哥给你们，给我们就是掰开一个看一下。我去给你掰开。对。这磕碜不要紧吗？我让团哥给我们掰开，给我们看一下哈。来，哥姐叔叔阿姨们哈，
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天麻是拿来有什么用的？子英的话，这个天麻不能多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正宗的高山乌天麻，它今年已经被保护成一个保护植物的一个东西，所以说我不能讲的东西哈。之前有很多很多次，就是子英就是因为这个东西，然后呢，就是被关进小黑屋很多很多次了。被关于小黑布很多很多次了哈，然后呢，平时哈，高山乌天麻对于我们哪里好呢？哇，看一下，来哈，看到没有？正宗的高山乌天麻，它平时就是它的肉的话，它长这个样子的哈。一般那种白天麻、黄天麻那种的话，我都不收的。为什么呢？白天麻跟黄天麻的话没有这个好，因为它的成分含量很足。高山上面的一个乌天麻，对，平时对于我们这个地方哈。对，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如来碗天麻汤，就是这个原因哈，就是这个东西哈，这个天麻就是这个意思哈。然后呢，对于我们就是姐姐跟阿姨平时说坐月子呀，或者是坐月子没有坐好，导致我们的这个地方会很痛很晕，这个地方的话就会很痛很晕，导致我们头发这样子一抓一。